各位，您现在看到这场比赛的是一场56公斤级的女子较量，来自中国的李明蕊对阵来自荷兰的萨曼莎·多尔恩。李明蕊是顺远目前的女将里边的新兴选手啊，拳法很好，相对来说更擅长的就是拳法打击啊，维度在女子选手里边算属于力量比较好的。是，1米58的身高，臂展呢1米58，98年的选手。那对手呢，多尔恩是90年的选手，身高臂展都是1米60。两位的这个战绩呢，目前呢，多尔恩是14胜2负，而李明蕊是9胜3负。哦，踢直双腿，后手拳顶膝。如果是李明蕊这样打下去的话，我们很担心他的体能啊。这个、是，基本上每一拳都是实的。对，啊，这样的每一拳都出全力的话，这样的话这真是消耗的快啊。是，萨曼莎目前也没有出太多的进攻，后手拳打到了。哦，对方一个低位摇臂，左手的摆拳，右手。双方在拼拳的时候，我们看李明蕊的拳法速度可以的，是准确度需要再提高一些。嗯，因为对手本身，我们从现在看他这个，啊、对，也是好前后拳，双方换拳，李明蕊扫踢，那基本上是李明蕊这个在完全的控制场上这个比赛的进攻的节奏。多尔恩呢现在是没有太多的动作出来，萨曼莎多尔恩更擅长的看来是这种短兵相接的快拳，是啊，没有找到这个施展的机会啊。嗯，还有10秒钟啊！这一回合其实多尔恩他这个出的有效动作就不多，完全是被李明蕊给控制住了这个比赛的节奏。我看一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，如果这位选手真的只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，李明蕊应该在这场比赛中打法不会非常的辛苦。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场的，刚才严波老师也说到了，李明蕊呢是现在这个顺远的这个女子当中啊，非常有新生代比较代表比较代表性的。而他对手啊，这场比赛从第一回合上看好像没有太多发挥。我们也期待着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表现。是，至少在第一回合我们没有看到这位选手有什么过多的建树。对。好，第二回合我们看看多尔恩是不是有新的变化啊，因为在第一回合当中确实他好像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找到自己的状态。对，一般来说欧洲选手会在第二进攻速度开始上来了。是啊，李明蕊一个双飞，对方一个变线，哦，转身的反背拳打到了，转身的后摆拳，给我们的感觉，萨曼莎多尔恩的进攻总是不那么充分，是啊，就是他没有抛出很多的重拳，和重击。我就感觉他这个进攻的时候，可能这个哇、啊，这是推倒，对，被推倒了。但是刚才他是想换一个上钩，没有打到，他进攻的目的性不强，是。
像李明蕊在进攻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目的性非常强，哎，就每一拳就是要把你击倒，我就是要压着你不让你出动作，对啊。漂亮，打斧，假动作晃一下，嗯。啊，李明蕊抢得很凶啊，是，这样的话，即使你再有过多的战略战术，你也很难用得出来，对，不给你空间，这属于密不透风的打法，嗯。后手拳塞到了，扁线，啊！警告对方，双手的箍颈是不被允许的，会被视为消极。超人拳，李明蕊总可以抢到先手攻击。对。但是这个多尔恩啊，在刚才这个第二回合上来之后呢，有这么一波进攻的小高峰，但是现在慢慢的又被压制住了。是的，还有十秒钟。好，第二回合依然是李明蕊的，打的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回合。来看这回合的慢镜的回放。这个转身的反背后手反背拳很漂亮，是，看这一下啊，是打到了一个重击，打到了震啊，正好是这个失去平衡的瞬间被击中啊。李明蕊的气势很好，是哦，上来左手击中了。多尔恩是想选这个李明蕊出拳，因为相对密度比较小，对，回速度比较慢，是他想要打一个防反。被压点了，这是第三次警告了。因为这个搂抱啊，哎，双手的箍颈，箍颈啊。但其实李明蕊已被警告两次了。是。给我的感觉，多尔恩本人没有什么重拳，嗯，即使他的技术其实还不错，线路选择的也比较多变。是。但是很难给李明蕊造成比较有威胁的，造成压力啊。对，进攻呢没有这个致命性的这种打击。哦，又塞到了。哦，李明蕊的高位挂腿，对，挂正好挂倒了，正好挂到了啊。啊，李明蕊的这个进攻方式确实在第三回合当中啊，这个体能是有下降的，因为他每一拳都是实的，等于发挥了全力在进攻。对，虽然在这场比赛中，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李明蕊的优势会高一些，嗯，但是其实如果说再换其他的选手的话，如果是打防反或者比较稳健的选手，对，比较危险，所以他这个打法可能这个以后还是需要再有这个调整的空间。是。啊！裁判对李明蕊压点了，也压点了，也是由于这个消极搂抱。对。那这样的话，双方的压点回到了同一起平线上。是。最后的一点时间，哦，十秒钟，连续的打斧。多尔恩的拳其实不错，是。线路选择很好，就是没有力量，力量会差一些。所以这样的拳打在李明蕊身上没有太多的影响。是。啊，这场比赛李明蕊在主动性和这个得点上是有优势的，那我们的比赛会根据选手的主动性、侵略性、进攻性有效得点、重击数为主要判定的标准。看慢镜的回放，
双方确实拼的还是非常凶的。那确实到了这回合当中呢，体能下降的比较厉害，有很多动作在出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变形的这个情况。是，没错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：一号裁判29-26，二号裁判29-26，三号裁判29-26。比赛结果：红方胜。最后，李明蕊。有请中国画观音第一人刘藏元女士为获胜方颁奖。训练营带给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这次训练营带给我最大收获，力量，耐力，然后还有一个心理。然后我上台之前就心里一直想着，我要相信自己，我可以输，但是我一定要打得。